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豆豆游戏世界，我是豆豆姐。今天呢，咱们要让烟炮豌豆射手和寒冰射手来 PK 一下，而且两位呢都是99999999级的。小伙伴们觉得他俩谁会赢呢？或者说谁长得好看呢？嗯，之前呢有很多小伙伴跟豆姐说啊，喜欢寒冰系家族的植物啊，因为颜色比较好看，蓝色的啊，淡蓝色的，看着就非常的顺眼。那今天呢，咱们这个豌豆射手长得黑不溜秋的，因为有了椰子大炮的属性，当然得长得像椰子大炮差不多，是不是？首先上场的就是这个椰子炮豌豆了，前天呢，咱们还用它来打过高科技僵尸啊。除了跑步机和背机甲是在无力状态下能出来，其他的僵尸根本冒不了头。再看看今天这个 Battles 的地图呢，咱们前两天玩过啊，有这个龙，这个龙就很讨厌了，他把僵尸给往前踢。不过今天在面对这么强大的植物的时候，他还敢往前踢吗？龙大哥，你是故意的吧？算了，当我没说。在这里可能会有小伙伴问豆姐，哎，豆姐你怎么不给这椰子炮豌豆放大招啊？不是豆姐不给他放啊，也不是豆姐偏心。这个一给他放大招，那僵尸都出不来了，我是害了他呀，得不着分儿啊！真的啊，之前豆姐试过，一排放大招过后，没有20秒没有僵尸出现，那没有僵尸他打谁去？拿啥得分啊？是不是？最后时间到，椰子炮豌豆啊是得，哎妈，这数好了，456万分。接下来呢，就该寒冰射手登场了，同样的还是99999999级的。寒冰射手说：“豆姐你也太偏心了。”我这一个寒冰射手要对抗豌豆射手和椰子浆炮的合体，这我上哪去能打过人家去啊？这不肯定输吗？比赛结果还没出来呢，你怎么就认输认怂了呢？真的是，赶紧的，现在啥话也别说啊，赶紧的努力打僵尸，也许奇迹就会发生呢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寒冰射手咱们可以给他放大招啊，所以咱们中了紫钻萝卜。哎，寒冰射手别说豆姐偏心，那刚才人家还没有大招呢，对不对？对吧，我还给你放大招呢。来吧，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寒冰射手的表演。倒计时10秒钟，刚才呢椰子炮豌豆是打了456万分，哎，有戏耶！哇，最后一秒钟反超，最后寒冰射手是打了463万分，不过豆姐也是给他放了3个大招才得的这个分数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